日前，王源在某节目中回应曾因打粉丝上热搜一事，并与董力还原现场，称当时被路人抓住胳膊要合影。王源在表示拒绝后，还被对方拽住大喊：“不行，你是明星，你必须拍照。”王源无奈，只能用力把手抽出，却被说成是打人。对此，王源直言很难受，莫名背锅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